nasa biyahe na po kami. Graduation ngayon ni Kuya Bryan. Ayan. Hello, Kuya Bryan. Ayan, ito yung mga classmates ni Bryan. Nag-graduate na sila. Vivian. Ito, estudyante ko yan dati eh. Ayan, laki na niya ngayon. Graduate na. Ayan. Shitang sun. Ayan, si Shumi, Kimberly. Hi, teacher Ting Tong. Hey, ayan, yung teacher namin, si teacher Ting Tong. Picture kayong dalawa. Naglalaro sa balon. Hi, beautiful teacher. 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是香蕉班，要我们带来的是元哥。 Yeah!
今天你们就要毕业了，就要进入小学，相信你们的老师都非常舍不得你们离开，那也祝福你们在进入小学要有忍耐的心，要有自信，去学习每一件事情，相信爸爸妈妈都会陪着你们的哦。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会不会感动？会不会舍不得离开啊？对。好，谢谢你们。晚上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毕业生，要用英文来致答词 ，Attention， Take bow。 让我们请让我们的毕业生稍来换一下服装。好，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在校生弟弟妹妹，有些话要跟姐姐来祝福。好，那我们邀请到太阳班的弟弟妹妹哦。好，第一个是阮梦，林晨翰，朱家军，赖雨辰，陈尚恩。 杨东升、杨东升、杨东升、杨东升的小朋友，毕业感言。今天是个开心的，我要毕业了，谢谢大家。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马主任。好吗？非常。 真的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大班毕业，要读小学六年级了。过完今年的暑假之后呢，我们的毕业生就要读小学六年级。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呢？对呀，孩子们长大的速度真的很快哦，被接到了。
相信我们今天我们的毕业生都带着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来，不止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那更重要的今天也是他们的毕业旅行，那希望他们能够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哦。对，等到典礼结束的时候，记得请爸爸妈妈大手牵小手，带着我们小宝贝一起玩，一起游园哦。那在这炎热的夏天，也希望家长能有在这个毕业旅。好，所有的家长，我们毕业生台上这几位毕业生的家长，请到台上来。来呀！照相。玩具。耶！恭喜毕业喽！好，记得哦。我们现在要到签到处将我们的学士服给脱下来哦，签补照，还要领取我们的礼物，还有书包。等一下记得要带着小宝贝到签到处脱下学士。